瞬间移动术，那我被突破骗了吧？哦，看我的，来手给我，一二三，안녕하세요，我们来到韩国。小静，你现在在韩国都流行写中文了？不是吧，我们是跳错了。那我们再跳一次吗？好，一二三。这个我们变成旗袍啦，因为我们来到台北最有名的迪化街。那这边拥有非常多的古迹，是我们的入境水族啊。哦，那我们出去跑吧。好，走。